Hello，小红书的宝宝们，你们好，我是珊珊。现在夏天非常的热，然后我们经常要上妆，然后每一次化完妆之后呢，我都对我的定妆非常非常的重视。然后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几个我常用的定妆的小物。然后首先呢是这样的一个定妆喷雾，我每次化完妆之后都会这样喷在脸上定妆，但是像这种喷雾的话，可能需要控制好喷的这个距离，要稍微远一点，要不然会导致花妆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呢是这样的一个定妆粉，然后这个粉盒是不是很好看？然后里面是这样的，用了很长时间，而且味道特别好闻。这款定妆粉也非常非常的轻薄。然后最近呢，我有一个新发现，就是它是一个喷雾和定妆粉相结合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自然堂的冰激爆水散粉。然后它这个外盒上面都有一点点水珠的感觉，然后还送了一个这样特别柔软的小刷子。它这个散粉，然后刷在脸上的话，这样挨在肌肤上都会有一点很清凉，然后有水的这种感觉，就会在夏天的时候定妆就会觉得脸上很冰凉凉的，有一种降温的感觉。据说它含有60%的冰肌水，而且可以持妆12个小时，对于我在剧组的时候用非常非常的方便。好了，今天我把我的定妆3样小物介绍给大家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好好定妆，不要卡粉。